Liu Wenwen from Shanghai Conservatory of Music is China's first female Ph.D. student majoring in suona, a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al instrument. She said every time she performs abroad, she feels the power of Chinese music. 唢呐，我估计大概是三四岁就开始就吹着玩了，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吹唢呐的。那个时候也是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跟谭盾老师到国外去演出，然后你拿着的就是我们中国最土、最民间的乐器、最传统的东西，它就代表着中国的音乐。那么外国人他激动的是。就是唢呐这个乐器他不熟悉，但是这么小一支，它为什么音量可以那么响，而且它可以做出那么多丰富精彩的鸟叫，而且惟妙惟肖，这个是我觉得外国人所惊叹的。所以每一次在国外演出都会让我感觉到中国的音乐，就是我手里的这根唢呐真的是给予我了非常强大的一个能量。也许回头想想，可能前面20多年非常努力、非常辛苦的一个求学的一个过程、磨练的一个过程，也许就是为了今天，能够得到那么多观众的一个认可。